舞蹈频道，我是主播小龙虾，喜欢主播点点直播室通知。哈 ，Hello，OK，、okay, 刚刚好多主播都给大家跳了韩舞，我们来一个中国风的好不好？来一点国产的，来一个中国风的，跳一首《风月》先给大家。给喜欢主播的，对，国产的，国产的，我也是国产的，是国产的小龙虾。来跳一个中国风的舞蹈《风月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总是深深切切惊喜。
啊，没有抄袭。三主播点点直播室通知，谢谢。有人认识听歌哥哥吗？谢谢。对对对，大家可以帮我把直播室通知勾一勾吗？对，喜欢主播把直播室通知勾一勾，然后喜欢我的帮我把免费的星星点一下好吗？谢谢。缓一下，好累呀、啊！跳中国风的舞比跳韩舞要累多了。对对对，我是湖南的，对，湖南的小龙虾。大家把直播室通知帮我勾一下，然后啊，五十五秀嗨翻天的预约勾一勾，对不对？老乡啊，老乡赶紧关注一下，直播室通知帮忙勾一下，谢谢。然后我们有星星的帮忙点一下，我们星星好少呀。来，我们选一下第二个舞好吗？来，第一个是一分一秒，然后第二个 LV1， 三个猫步轻翘，一二三，我们扣一下。来，三二一，好，这个热情的哥哥，恭喜你！第三个舞是吗？好，第三个是猫步轻跳哈，我们跳一下猫步轻跳，感觉每次你们选的都一样，是不是特别喜欢看猫呀？对，然后大家喜欢我的把直播室通知勾一下，然后免费的星星帮我点一下好吗？谢谢。跳一个，跳完中国风来跳个韩舞。
礼物的哥哥，谢谢，谢谢圣者之灵哥哥，感谢大家喜欢主播，记得把直播室通知帮我勾一下，感谢，对对对，然后把五行五秀嗨翻天的预约也勾一勾好吗？谢谢。缓一下，缓一下，缓一下，还有两分钟，还可以跳一个舞。我们看一下，怎么时间过这么快啊？然后我们跳了第三个了，一跟二，我们选一个吧，好吗？快一点，马上就没时间了，坐着待一会儿。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跳舞吧，好不好？然后我来，来来来，一跟二，我们选一个，三二一。听哥哥，差一点又是你了，恭喜这个你哈哈哥哥。第三个，第三个不行呀，再扣一次，第三个跳过了，一跟二快。第一个，恭喜过客哥哥。哎呀，还是咪咪家的，来来来，第一个是麻辣，跳一个第一个。第一个是什么来着？一分一秒。喊一下，还好是个慢舞。